水费你帮我垫住嘅。这个事情太好了，争取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传统吧，就是每一年都会，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哪两天的时间，我们有一波人去一个地方，然后参加一场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很靠谱，给大家一个既定的印象，这个音乐节又好玩又靠谱，就是成都会吸引更多的朋友来成都的一个方式吧，把这个传统给坚持下去。我也希望再过十年以后能够穿上春游更早时候的 T 恤衫，而觉得光荣无比。坚持下去，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对于成都，对成都，对于全国来说，没错没错，对于全国或者对于成都来说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可以推动这些怎么说，不太容易让大众所知道的这些音乐能够更出来一些，然后让大家都能了解，这个是非常棒的事情。而且去过春游的人大家都应该知道，春游真的太好玩了，没来真可惜。天空依然还是那么难，走在这城市有些心情有一点复杂，是不是我也我有点想家。我连着两天都去了，然后跳舞跳得很高兴啊，忘乎所以。我本来就冲着很多我喜欢的音乐人去的，然后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听过的好的音乐的对或者是个人。它就是一个聚会，就是一个朋友们见面新的开始的时间。只有你跟我是很亲近的关系，我来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朋友，或者就是大家都是在一起玩，没有任何人有那种偶像包袱啊。我觉得无论是乐手吧，还是跟现场的每一个人之间，春游最大的特点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平行的交流，都可以很随意，只没有东西去限制它，很放松。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有象征性的东西了吧，它就像一个节日一样，每年都有很多固定的人会定期出现在春游，然后这样的人也会是已经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节日了，会变成越来越多人的节日。
感受到的就是吹我们整个工作团队，整个团队大家其实都是很主动的参与这个节日，就是整个结束以后大家都恋恋不舍能在现场待下去。然后春游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它不是我们来看一个明星的演出，它更像是告诉你这是我们的家，请你们到我们家头来做客，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很亲友的一种感觉。自在很舒服，就是很放松，去听音乐，然后玩各种，能让一个人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放松一两天也是不错的。春游特别牛逼，真的。We feel so lucky to be here today. I think it's the place to be. Is today here in this beautiful festival is the place to be. We see love Chinese, love Chengd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对，希望好大哦，有点软啊。成都总是牛逼的 ，CDC number one in the China， 就是就那么的靠谱。明年还来吧，成都来了，年年都来。我想来很久了，但是这次我申请上了，好吗？很荣幸，很荣幸跟所有的朋友在一起，谢谢你们。希望春越来越好。今天如果可以有机会再来一篇，可以重新再玩一遍。成都太他妈牛逼了，我操，爽，特别棒！这个活动就是他妈属于所有老百姓的，没有那么多逼，也没有那么多商业。满当当的一杯酒，一定是你的，是你的，不是我的。乒乓球，你在怕啥的？怕啥的？你在怕啥的？但是很完美，真的。谢谢。他其实就是那种。我睡了眨眼，我等会儿。我觉得我这现在都是个问题。也特别开心能参加春游，开心，特别开心。今天演的特别开心，反正我自己挺开心的。你不听我们，我敬你。